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台股在今天呢，果然跟我们专家跟大家提醒到的一样，真的是开高走低的情形哦。哎，跟上礼拜预测是这样的状况，真的在今天 AI 都有利多的情况，但是一样开高走低哦。对，好了，那么要问一下，很多网友敲完要问我们专家的是广达，还是要问广达？对，所以广达上礼拜呢，我们的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分析师有跟大家提到喽，广达的买点关键。现价是多少？还记得吗？228，很好记吧？很好记，228。对，但是今天最低只来到了229.5，所以如果你挂228，哎，没买到，但是没买到是好事，还是说它哎是有点可惜啊？但是它是不是要转强了呢？它未来会变强势了吗？怎么看？赶快请教谢文文分析师。好的，哎，空中康朗啊，空中康朗。今天的台股用这个字来形容了、啊、哈，就是很照镜的感觉。哦，照镜的感觉，好好好。哎，其实哦，从今天的广达呢，又再一次证明了大盘真他妈的超级无敌重要的。好，再一遍哦。好，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开高就是走低。对对，为什么开高要走低？因为很简单，因为收盘是小于 AC。是，对是。好，那问题呢？广达为什么来到229.5之后就拉起来？因为很简单，我们预告228是闭着眼睛的买点，我说中线的买点是228嘛。那么好，那现在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啦。我现在回答，我先给大家结论，我们再找啊原因理由哈。好，那你如果明天广达哈往上冲，你跑去追的话呢，相信我，你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好，我们慢慢讲哦，不能追哦。你说老师，那为什么这样子？来，我把所有的逻辑全部都来一起。来，我们先看这种空讯哦。早上呢，在9:12的时候，我告诉我的会员，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可是我在上个礼拜我跟你们预告收盘它是小于 AC， 所以说支撑498、463还有426，我们分批买进。好，这个先打叉叉，这个没成交，这个没成交。那这个价格有成交，这个价格我们在这边就成交了。好，所以说我们先赚了50点。那然后呢，这个价格我没取消，所以说这两个价格成交，所以说恭喜我的会员，我们今天又赚了86点哦。好，我上礼拜有赔40点嘛，我今天赚了86点。哎，这么鸟的行情，连赚86点，很厉害。没有，那问你哦，我问你哦，再一遍哦，没有，全部都斗在一起哦。广达为什么会从228？我讲28比较快的，28拉回到236，因为很简单，大盘主力心态多。对，那大盘比较重要。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今天早上哈、哦。我有一些那个法人机构的朋友，那当法人机构的话，可能很多时候笑死啊，法人机构只能做多不能放空，我听你在放屁。法人的话呢，就自营商的业水角度呢，基本上呢，他们都是拿公司的钱出来操作的，他们是以赚钱为目的，因为这牵涉到他们年终的业水奖金，所以说他们可以做多，他们可以放空，他们可以看，他们可以融资，他们可以融券，他们可以借券。好，那基本上呢，早上呢，他又问我说呢，哎，伟创哦出现跳空缺口，然后根据大家过去所学的技术分析，出现往下跳空缺口，那是个标标准准的突破缺口，代表伟创可能要再跌30%、跌40%。好，我当时呢只跟法人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哦，我的做法很简单，如果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多，好，即使你要放空，绝对不是挑大盘主力心态多的时候再放空。那你看哦，今天不管包括广达，不管包括伟创，盘中急杀。去空啊！啊，尾盘要不留着，留着啊，好，留着没关系。那如果你知道今天外资在期货部分又买了3000多口嘞，你不是被搞到恐龙扛狼啊？继续跳舞。没有啦，我没有去夜店啦，因为恐龙扛狼这件事情哈，在礼拜六、礼拜天我已经好奇查说，就一个远景，一个女警，那女警长得蛮漂亮的，在取缔啊，不取缔啦，在调解那一个行车纠纷，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在后面跳恐龙扛狼，我才知道哦，恐龙扛狼原来这么样的热门哦。所以先恭喜会员，我们赚86点。好，那再一遍哦。那基本上哦，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来，今天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哈。今天哦，这个你敢去做多吗？它是个标标准准复合式的头肩顶，而且呢，我们挂463最低的低点来到461，是刚好穿脚成交、哦，你敢做多吗？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我强调，很多人说小时我想要反败为胜。好，那你想要反败为胜，你做股票的，你先回答我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算出今天238的广达它的买点落在228吗？第二件事情，你能够现在马上算出明天广达的空方防守价吗？不行，不行的话就跟我操作就对了。好，不行的话你就直接跟我操作就对，没声音吗？应该有，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我所以叫你不要乱讲恐龙扛狼了哈。好，所以迷因啊，迷因，没有迷因。所以说基本上的话，没有。你说老师，我又没做广达，靠腰了。广达股本高达好几百亿，如果你连这一档股票都没有办法操作的好，你认为你的利特有办法赚钱吗？这在讲什么？
很简单、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观念，包括周线、月线关键，包括标标准准多空主力心态。来，我快速举个例子哦。上个礼拜哈、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大赚的行情。再一遍哦，上个礼拜8月23号，礼拜三的那一天。我很清楚，在大盘要大涨之前，我跟你预告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多。可是就一般投资朋友角度，他不相信。来，我再倒带，再倒远一点哦。上个礼拜一，我跟金金那时候台北股市是一条蛇肉，完全不会动。我们讲我的立场，我说我看多，我讲得很清楚哦。不管包括金金节目，不管包括飞行台，我讲的清楚，我说我看多。就来到礼拜三的时候，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多，所以说当然马上带会员做多。结果礼拜四台北股市我喷出去。哎，只有这样一喷赚了330点。那当然我知道呢，就一般投资朋友角度，谢老师啊，你自己看这个行情，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 W 底是真的，什么时候 W 底是假的。对，问得很好。就像今天你所看到的是摁头，如果你跑去放空，你马上先被嘎了将近有50点，就嘎50点，你随便设个停损设30点，很抱歉，你被扫出去。结果台指期货杀尾盘，你又坐在那边哭了。所以说，你每天你的操作要有一个所谓逻辑，要有一个所谓方向。那我再跟我强调，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心态？因为很简单，这群他妈的王八蛋，有没有每次都被我讲中？礼拜三他做多哎，礼拜三他做多，只有礼拜三他做多哎，从 AM 盘到 PM 盘，我都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而且你都可以从非凡新闻台得到完整的验水验证。结果呢，礼拜四呢开盘那一瞬间，我讲坦白的，我昏倒了。金金昏倒了，诗翰昏倒了，全部的人都昏倒了，没有没有昏倒，每个人都问我同样一件事情，哎、谢老师，辉达财报很好哎、谢老师，辉达收上空方报价，谢老师，你的主力心态我跟你打赌坏掉了，没有啦。真的没有没有，我自己都认为坏掉，太惊讶了。没有没有，不可能呐、因为外资的做法很简单，你辉达的财报这么样的好，而且辉达的股价又再一次突破，你怎么可能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空？在礼拜四8点52分的时候，我就预告主力心态空哎、你会相信吗？我自没有没有，我讲真的，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好，那没关系，继续哦，继续哦，继续哦。结果呢，礼拜四台北股市有没有杀？没有，礼拜四台北股市它是一根扎扎实实的红 K 棒。好，期货是 T 字线，可是加权股价指数它是一根扎实的红 K 棒。结果呢，扎实的一个所谓红 K 棒的一个所谓过程当中，当我看到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准的空，不管包括光宝期货。不管包括智源期货，不管包括2301的光宝，我们有没有利用礼拜四早上跳空开高？我不管嘛，我期货我不要放空可以。可是就股票的夜水部分，我一再教育各位，我说大盘摆中间，既然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我不管嘛，我先卖先赢嘛。所以说光宝科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卖在155块钱呢，光宝期货还卖在156块钱，结果今天剩下多少？就今天增加多少？所以说有没有再一次证明主力心态很重要？结果呢，这张我那时候传到非凡的时候，非凡那时候的小编跟我讲说：“小事，你确定要上吗？”可是不太对，哎，涨了179点，你告诉我大盘主力心态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判断嘛？因为你们知道涨179点，而且台币大幅度的升值，你们知道外资一定会大买，结果你们猜对了，猜对了一部分。礼拜四的那一天，外资期货现货同步大买，可是我们在礼拜三买的哦，我在礼拜三买的哦，外资礼拜三还在卖，他却等到礼拜四的时候他才做多，所以说啊，再一遍哦，好，礼拜五下面讲完了，礼拜五讲完大家行销了，礼拜五赔40点。那我说啊，是我白痴啦，是我白痴啦，因为我礼拜四，因为我说过了，我每天我都会稍微跟大家去规划一下。那么既然呢，我规划呢，它收盘它是大于一个所谓 AC， 所以说呢，礼拜五呢，我就很急于进场。结果呢，我不瞄主力心态，我不瞄主力心态下场，就礼拜五赔40点。好，所以说呢，再一次证明呢，主力心态真的是超级无敌重要的。再一遍哦，少了100万的电视成本，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在盖股票、赊股票，而且做好完整的规划。就像呢，我有很多的，不管包括是我的家人啊，好，甚至包括我一些亲朋好友说：“谢文啊，你他妈的，你的节目真的完全跟人家不一样。”
别的节目永远就跟你讲说广达赚多少，伟创赚多少，谁是广达第二，谁是伟创第二，可是你却能够告诉我们今天广达的多方防守落在228，你却能斩钉截铁跟我们预告261块钱在上上礼拜五你就卖，哎，真的很屌哎、欸。你我少的那个广告费用跟节目成本，我需要恐龙扛狼吗？我只知道我把《Gangnam Style》，我把《Dota Style》，你懂意思吧？所以说呢，真的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不管你是做股票，不管你是做期货，你每天一定只能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方向。好，继续讲下去哦。这个是上个礼拜是礼拜五主力心态嘛，就 PM 牌狙杀。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外资卖了8000口，我们跟大家预告，我说啊，如果来到16394，我要做多。好，这是我上个礼拜我讲的哦。结果今天当没有开低嘛，没有开低嘛。可是我也预告收来小 A 型，好，来再盖一遍哦。结果你看哦 ，PM 盘的夜水部分哦，走得很崎岖，上上下下，因为主力现在在空。就今天早上8点48分一开盘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会员，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所以说金金啊，我的方向出来哦。那问题呢，再变哦。为什么今天台指期货要震成这样子，上去又下来？哎，今天真的把所有人玩到挂，你知道吗？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啦，或投顾老师，高点过高做多，一个高点、两个高点、三个高点、四个高点，每次高点过高你做多，好，我举例，对我举例买这边好了，买这边好，你的停损是哪里？既然高点接近，高点过高要做多。低点破低，当然要把多单停损反手放空。好，来哦，低点来哦，低点来哦，低点破低，把多单停损反手放空，结果它就上去了，扒来扒去。那你被扒来扒去，为什么我可以赚86点？为什么？再一遍哦，我还是老话一句哈、哦，每天的方向来，我在8点48分的时候，我在我的 Telegram 先讲。那基本上哈，你说老师，我不可能带着笔电到处跑，反正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建议大家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那你说你不能带笔电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2合1的一个所谓专案，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软体到你的手机里面。那当下载到你的手机里面，首先你要先把你手机里面那一些啊有关山寨的猴子啊那影片啊或色情片啊全部删掉。好，不然我怕你手机的容量不够，到最后你想看色情片，看色情片，连色情片都打不开。好，你先把这些给删掉了，不然呢，反正我们现在公司再买一只手机啊。我们公司有提供啊，我们公司也有提供这样的夜水配套的夜水方案。那请问各位，你看手机的部分就简单嘛，它16739放空，16739放空，16739就是大涨那一天嘛，大涨那一天它放空，放空之后来到这边呢，它一口气赚了220点，然后呢又从绿色变红色，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它既然告诉我主力在做多，没有你不要看箭头了，你就不要搞那么复杂了，反正你先告诉我方向。上个礼拜五你再怎么买，哎，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多少恨我恨得要死啊！我问你哦，上个礼拜我连线的时间来几点几分？16475，我跌了281点，12点19分，就今天你知道收盘收多少吗？16431，是中间又差40点呢、欸。中间又差40点呢、欸。妈的，多少人干我干得要死 ？No， 我只是去描述那一个事实。礼拜三的时候叫你做多，你不做多，结果礼拜四挑开高，我们赚了330几点、啊，就你要哦，外资要做多，靠你要外资做多，主力放空，礼拜五大掉水，对，好，所以说02239239398，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把它拨通就对了。好，那你说呢？接下来呢？因为今天外资买了3546口。而且小台又买8000口，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外资卖8000口，干，你们被玩死了，你们真的被玩死。好啊，做多啊，去做多啊，去做多啊，去做多，去做多啊。那我又回到原点哦，听清楚哦，今天外资买了3546口，对，明天开高就走低。我已经讲得很慢，谢老师啊，开低嘞，开低，麻烦看一下主力心态。没有，你等于说哈，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股市操作 SOP？恐龙扛狼，为什么恐龙要扛狼、啊、不懂。我明明记得那是韩国话，结果那个刚刚迪跟我讲说贵州话，恐龙扛狼。它是云贵川的方言啊、哦、
空龙抗狼啊，是哦，空龙抗狼，放空，听起来很像恐龙抗狼。OK， 放空龙，龙有什么股票是龙啊？我不知道。嘉龙，林嘉龙，空龙抗狼，空龙抗狼哈，空龙抗狼，来来来来，没有，等于说哈。你为什么你要来上课？因为我知道说现阶段这个行情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超级无敌无聊的。嗯，可是我想问，没有，我讲正常股票就好了。你上完我的课之后呢，你知道当它往上突破空方防守价，我要连续性的加嘛？嗯，好，你等于说呢，我讲比较坦白的话啦，我今天所要找的老师哈，他是要能够通过盘整盘还有趋势盘的连续考验，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金金啊。嗯，我们不恐龙扛狼，我们哪知道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趋势盘，对。你不出手，你哪知道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简单的逻辑就是说，很多人说小师啊，我盘整盘不要做，你拍谁啦？拍谁啦？拍没有？如果说哈，你今天可以赚5%，你可以赚5%，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要不要做啦？人家一台 BNWi5 朋友才刚签，而且现在说没有才有效。讲到 i5 呢，他们可能要等到明年呐，因为卖得太好了，一台335万，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然后呢，有些人要等半年嘛，有些人受不了，他又跑去买别的车，因为有钱太多了。然后呢，结果他的车到港了。结果他的车要原价卖给人家，然后朋友问我说要不要买当玩具，因为我是没电动车的，我说可以啊，打八折，人家当然不要嘛。他买235万，他才刚到港而已，怎么可能？而且一毛钱都不能杀，是啊，一毛钱都不能杀，一毛钱都不能杀。他等于说现在大家都踩特斯拉的一个所谓模式啊，等于说你明年，假设啦，我朋友现在订单明年6月签车啦，啊，明年有没有可能变280万？可能啊，你就要付280万，有没有可能变200万？可能啊，所以说他们现在保持着单一的一个所谓价格，搞不好到时候我朋友只要付200万，或付280万，谁知道 ？Who knows？I don't care 啊，230万你买不起哦，哎，那是很爽啊，零到一百四十五，零到145秒之内，那天我踩一下油门，没有，赛道，因为太快，那太快，比我那快一点点的，快一点，可是没有声音，就是因为没有声音很危险，好了，所以当他突破了一个所谓空方的防守价呢，所以说呢，你看一档广达，我们就一直扛，把恐龙还有狼全部给扛起来，所以说一档广达呢，我们就先赚了将近有800万，甚至那时候呢，广达呢，我们都做到我们从132买到235块，我们都还在买广达哦，其实那时候买到235块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心虚耶，干什么买？我说你怎么买一倍了？对，涨了一倍还在买，好。结果呢，我们就开始停了。广达停掉之后，我们开始买2301的光宝科。好，光宝科我们赚了1只、2只、3只、4只、5只，也赚了将近有5只的一个所谓涨停板。就当广达开始进入箱型区间的震荡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很清楚跟大家报告，谢老师啊，广达哈，为什么它的走势是先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被你赚完之后啊，为什么开始进入箱型区间？因为很简单，广达它不是利特，它不是系统。广达是超级无敌大股本的股票，至少它叫做2382，光宝科叫做2301。那如果连这种大股本的股票都 V 型反转下去，我告诉各位，你们会全部输光光。所以说你要感谢主力做手对你们很好，哎，大型股本的股票要下去之前，它一定会做一个 box。那我们跟大家报告，为什么要从广达转到广达的期货，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进入了箱型现股的部分，它的手续费会比较高。那期货的部分，它只要一口，只要50块钱而已啦。等于说，你一次买2张的广达，只要50块钱。那我请问各位，那当时说我买广达期货，怎么可能买广达现股嘛？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获利空间有多少，所以说我开始转成广达期货来再一遍哦。可是当我转广达期货的过程当中，是也是加入在逻辑，因为你的收盘他妈的是收上空方的一个所谓防守价，是收上空方防守价，没有办法学起来哦，因为这牵涉到广达今天 T 字线刚刚一来之后，今天直接斩钉截铁问我说广达止跌了没？对啊，没有啊，没有再变哦。你要先收上空方防守价嘛？没有，先把逻辑看清楚哦。今天是这样。对，你收上空方防守价，哎，这么有水准节目，记得按赞，而且分享到恐龙康南那边去哈。记得按赞，而且分享好。
既然收上做多，好做多先赚了1.3倍，因为刚刚好，刚刚好，感谢老天爷拉高结算，拉高结算赚了1.3倍，然后1.3倍之后呢，做3035智元。那讲到智元呢，这边讲个题外话哈，现在哈，你问我广达跟伟创今天收提日线止跌没？我个人认为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大盘收盘是小于 AC， 是。如果大盘收盘是大于 AC， 我跟你讲有机会，没有，等于说你上了课之后，没有没有，我还是建议说大家要做一些所谓经验上面的养成呐、啊。那等于说你要去想，难道你们每天就只能看那一些网红的节目，然后被牵着鼻子走吗？然后在靠北投顾里面干掉投顾老师，然后说那个老师盖的股票是哪一支？你们不觉得你们很矛盾吗？你们干掉投顾老师，左手干掉他，右手还问他说他盖的股票是哪一支？今天有没有很好笑？低能，拍谁啦？老师你骂我低能哦。我们来市场上哦，就是为了赚钱。再讲一遍哦，你问我广达、伟创，我说没有，因为今天的大盘，所以说我是把大盘当作出发点。好，不过这边我提供两档，你稍微参考一下哦。如果老师，突然有人问我说技嘉，我没有研究技嘉。好，我们研究一下。我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目前呢还没跌破多方防守价的两只，我讲 AI 的部分啊，一档是2357华硕，一档是3035智元。好，智元，然后讲的很慢。那智元的业绩部分的话，我们还有智元期货嘛？因为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我们都知道 ARM on 英国的公司它要挂牌，那英国公司这样 on 要挂牌的业绩过程当中，它的订单。台积电一定有，台电一定是有的吧，一定是有的吧。那另外一档呢，在整个客制化晶片的话，智元拿到的几率比3443创意来的大。好，我都先讲哦，我都先讲哦，我都先讲哦，没有盖牌吧？好，结果智元呢，我们做了两趟，赚了90%，然后3231的伟创利用急杀买进，我们也赚了2只的一个所谓涨停板。那么同样呢，在整个非 AI 的部分的话，我们他妈的也操作的无敌好的，不用等到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哦，当你看到双强卫星连线、台供应链题材升温，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去买起机，你是被机奇还是你奇机？没有奇，你是被机奇还是奇机？你赚不到钱嘛？你看赚不到钱嘛？就好像这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所有的报纸全部在介绍2449金源店，没有我头剁下给当椅子坐。来呀、啊，来呀、啊，金源店快打到跌停板了。对呀、啊，这股市就这样子啊。你要能够哎，我起机我买94.9，我现在还有4笔。6.28起机的多单，好，算算三只就好了，三只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从94.9、119、119、119，因为我不讲私交了，我都 focus 在广达，因为你要先了解说这个老师，如果说一档股票解得好，不是可以解一串好不好？所以说起机啊，所以包括2345的智邦呢，我们赚了1,400,000，我赚的市场停板，我都很快速带过去哦。然后再到2449的叶水金源店更神。礼拜一亮牌，礼拜二涨停，礼拜三涨停，礼拜四涨停，把金源店当做立特，对啊，连三天把金源店当立特做了。礼拜一涨，礼拜一接牌，真的礼拜一接牌，821、823是炮战，823炮战前两天是中国大陆他在准备弹药的时候了。我们很冷啊，不然怎么有823炮战？好低能哦。不会啦，恐龙扛狼都来了，你呛到。呛、欸、到，真的，现在很容易呛到，很危险呢、欸。真的不能呛啊，尤其是喝酒以后。哎、欸，还好我不喝酒，还好我不喝酒。好，讲喝酒哈，我讲又讲，有明天再，哎、欸，有没有空的讲？我现在、哦、我们还有7分钟。现在医生叫我一定要戒烟，然后给我大堆戒烟口香糖，哦，好烦哦。那我就跟医生说，我还啊啊，抽烟有害健康，今天是是，但是要很努力戒烟。不是啦，就是一个课题，没有戒烟的理由，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我现在立刻call夫人那个，没对call那个董董call夫人，没有那个谢嫂子，没有说来call那个孙贝贝来跟我。哦、我以为你要我扣外面的我不知道电话了。没有啦、那個、我举例啊，如果烟涨到一包1,000块啦、哦、我还有没有资格抽啦、啊、嗯，好一包1,000块继续抽啊，继续抽，没有，不要，真的不要误入歧途，包括电子烟都一样，都不要抽，都真的不要抽。嗯，这个比毒品还毒。你想说啊，很帅很帅在冒烟，你当怕你当你是火车哦，你当你是蒸汽火车哦。等你要老你就知道了，真的老师加油，你真的啊，戒烟成功。可是我究竟打开全都是妈的，每一个人出国外干就是这个啊，继续啊，三涨面三涨好了，2618出来，来开始喽，慢慢开始慢哦，再一遍哦，
我之前哈，我就跟大家预告哈，我说广达它已经形成跌破 K 棒，这是为什么？在八一八那一天的时候，我二六一要出，然后好，再回到上个礼拜哦，上礼拜哦，上礼拜的时候呢，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来八月二十四号，他预测广达的多方房价落在248，结果呢，广达在八月二十号礼拜五的时候收盘小于248。就是因为来今天学习沈超龙，就是因为我收盘小于多方防守价，而且那天呢，思翰还问一件事情：六天跌破两次，干也太烂了吧？没有，我就事论事。八一八那天一次，八二五那天又一次。好，它既然跌破多方防守价，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就是会来到228？对，我说长线呢，还可以讲 long term view。我没有用 perspective， 我用 view 这个字。好，因为 perspective 不会拼，我这 V I E 打开干单呐，开干单，哎，听我，听我，228228。结果呢，今天他没有来到228，好，继续下去哦。可是今天哈，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有那个会员问我说：“哈，谢老师，我们上你的课算出来是236，啊，为什么你要讲228？因为我举例好了哦，现在期货哈，他都会多杀，他一定要多杀。”因为他知道你们会看平台的颈线，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早上期货你设69停损，他给你杀到61，他硬多了8点，就他就是要把你吃掉当肥料，很贱哎！他是没有，他主力他就这样，他多杀啦，因为没有从来再讲一遍哦，从69早上最低点69嘛，从69到61那一段谁杀的？散户杀的，因为散户看到低点破低啊，就试价砍，然后主力在下面试价接。空荡空荡，好，所以说我没有真的没办法，看谁能跳到最后。不是因为呢，现在能存在市场上的都不是3-2-3呐，就像呢，我是华信投顾总经理，好，就像晶晶呢是三立新闻台主播，对，我们都不是3-2-3呐，我们不是在扛狼的啦，对啊，你是扛恐龙的啦，我知道，狼我扛就好了，对啊，我们在3-2-3呐，好，来继续哦，这样讲完了。七天跌破三次，当然没有啊。今天他收盘，所以说是还是回持六天跌破两次。可是问题呢，他要收大于等于才是一个标标准准完全止跌讯号。可是这件事情呢，还没发生之前，你以为238的广达期货还可以赚1.8倍哦？你想太多了，你真的想太多了。所以说哈，明天来到这个价格是卖不是买，我谢文恩讲得很清楚哦。好。这是昨天讲的 long term perspective 嘛， long term perspective， 所以说你手中呢，包括什么3324双红、3017旗宏啊，那这些股票3483励志啊，甚至于包括什么，还有人好有笑哦，他说呢，你们大家有空，如果说你们用 FB 去看一下我 FB 那个非凡呐、啊，还有人在非凡我的不是我的专区哦，非凡里面都会贴我的 CG， 在我的里面去骂其他投顾老师啊，拍谁？我不会做那种无聊的事情，那不干我的事。他说那个老师呢，在什么节目当中介绍一大堆股票，每次都套牢了，干你干我屁事，跳那干嘛？因为我的点阅率是最高的，没办法，那我不会去做那种傻事，我不会去跟投顾老师，反正不要去挡人家财路，好，这是我教你们，也教我的小孩，不要挡人财路，好，挡人财路那一定会倒霉的，一定会倒霉的，好，继续继续。所以说呢，你可以去看嘛，你可以看嘛。他哎，干，那这样子我就挡人家财路。靠，他上面有指名道姓的。哦，真的。对对对。因为他说他到网上去留言都被删掉了，那没办法。好，来。所以跑完你自己来发泄一下。这次注意了，好了，来，再讲，没有。可是我还是我觉得我算了，那次注意，那没有嘛，你先再讲一遍。好。我好，我怕了，没有。你今天哈，你所有的规划想清楚哦。谁跟你讲外资买3000多口没问跳水？最好不要跳，真的不要跳。我问你哈，假设明天广达开盘开228，老师你刚才讲跨衰哦，你没有看到辉达 K D 死亡交叉吗？看，如果广达明天开盘开228，你就不要买了啦。我跟你讲真的啦，真的我说过没有在一边哦，我跟你讲过，多方防守价不是让你开盘来买的，你要感谢今天。广达跟伟创有利多，什么利多？三星把伺服器的订单交给广达跟伟创，所以说他们才会开平高盘。对，还好没买到。所以说哈，没有，手中有持股上没问题，记得来找我。
不过在此之时呢，我今天的节目呢，重点在哪里？也是每天重点都一模一样。你要先看得懂大盘，不先看得懂恐龙跟蟑螂、老鼠，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先看得懂大盘，因为大盘今天主力心太多，它才扛住伟创，扛住广达。好，所以再一次证明大盘超级无敌重要。如何下载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线，而且呢，在我们电脑版右半边。手机版正下方，它就很明确的告诉你每一档股票明天的多空防守价。这一种软体真的外面绝对找不到。那么呢，现在只要每天一个鸡腿便当，我的电话号码02-2392-3988，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才能扛狼，才能扛狼。好，恐龙交给老师扛，我们扛狼就好了。好，明天还有更精彩节目内容，下午的2点钟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我们再回来，拜拜。